妈多难进，妈打吸血鬼出多难进。 咱俩想一块儿去，我是看他被单杀之后我才看见的。导演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过去应该卡不了，然后遇到那个小石头人身后的一格位置，那个小石头人的平 A 距离很近。 这人刚才杀我的时候身上有红吗？ 他红开的吗？那为什么红不带？
哦，我操！我他妈是蓝开的，我傻逼了。 哎呦！ 这能给我烫死！ 这咋刷呀？怎么人马上有大了？
我这 F 六得有眼。交闪，我不知道你回去干嘛，挺令人费解。Shut dow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is unstoppable.他为什么每次都能吸出来啊？两次了。
哇，这一个火男直接给秒了。也不像大龙吗？试试吧。哎呀，太慢了。
烫死的，宠物烫死的。但是你要是为了叠层数吃我野怪，那你过分了。还以为差钱。人马人马呢？人马给大龙拿了。我靠，可以复议，就是会回血少点。不是你这俄罗伊的来呀、啊，这不。这不来打呀，得亏这把有个莫甘娜，不然这吸血鬼都没法治。遇见个这种上面。操，他刚才恐惧到我感觉有点上了。给个盾，给个盾。可以入侵啊，但是你要入侵，你跟也没那么好入侵啊。你前期你又不是男枪，你男枪，他是基本上都是入侵的，他想入侵就可以入，前期战斗力没那么高，太看队友了呀，你想入侵你得有线权。开始队友了，
你如果先点 W 再那就失去了这个东西的意义了。这个东西的意义就是在于中期的时候能够 E 色的 CD 给它快点，然后去游走。就是你在你没有出幽梦的情况下也能游走很快，因为你看我现在我是第二件，我是做的塞维尔达，我是为了把伤害拉到最高，但是我想做第二件做塞维尔达，我的那个支援能力会变慢，这样我就可以通过复役让我支援能力变快。我感觉来个影魔刀算了。这为啥这个时候死了呀？可以打他们两个人，他们是两个双飞的是吧？算了，走吧，兄弟，走吧。这人马跑老快了。
我还有引魔刀，主要是前边那两波那个吸血鬼，我都提前隐身了，把他给 Q 出来了，我都不知道为啥。